至今28年，超坚强的歌唱实力全粉无数。近日他登上好友小 S 主持的节目《小姐不惜地》，竟被小 S 骂很不要脸。小 S 透露曾邀请许茹芸参加夜店举办的万圣节变装派对，他和大 S 都相当认真的在装扮，没想许茹芸却一如往常，没有任何的变装，让小 S 傻眼问说：“请问你扮谁？”没想许茹芸竟回：“我扮松隆子。”让小 S 当场气到直汗，真的很不要脸，我到现在还没办法原谅你。其实许茹芸出道后常被说撞脸日本女星松隆子，因此让小 S 无法反驳，超逗趣的事迹让全场爆笑到不行啊。Bye.